首先先定一个什么呀？先定一个要有一个 MH6 吧。这 MH6 要有 ID， 到时候你要动态的设定它的那个什么，它的这个图片资源了，对吧？这个叫什么行嘞？就叫 IV， 图标叫 icon 嘛，行吧？然后这个要给它设上，对吧？这都是必不可少的。图标资源要给它设上，图片咱们就不用指定了，因为回头要动态的指定。下边是一个什么？ID 也要指定，就是 TV 了。TV 的话，这个就叫 name 吧，这个也是把它设上。这里边儿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还是先声明一个咱们这个 holder 这个类，这 holder 这个类干什么用的？了解不了解？用这个说白了，它就是放一些什么了，放实体资源的，我给你一演示你就知道了。你刚才不是声明了那个什么吗？声明一个 image view， 一个 text view 吧。你平常如果没有这个的话，你是不是要在这里边声明一堆变量？对不对？你是不是你比如说你现在有三个，你有五个，你有五个里边标签，你是不是在这里边要声明五个变量去放它嘛？对不对？用这个 holder 这个类呢？就是可以把它当成实体类用，你在这里边，你就不用在那边声明什么声明什么什么，你在这里边一次性声明好，用这个也是等于是算是一种封装的体现，你用这个就看起来清爽许多。最近一会儿咱们写出来，你看一下就知道。如果你在资源多的这种情况下，你用这个看起来就明显比那个看着要舒服。这个 image， 然后这里边咱们约定的话，像这个的话，咱们属性咱们就不加 m 了，因为也不用给它写 get set， 咱们直接就用这种首字母小写的这种形式，是吧？咱们这个刚才叫什么来着？直接就用这个名字。我一般比较喜欢在这里边，如果是控件的话，我就直接把它外边的 ID 拿过来当成这个变量名字用，这样的话比较容易理解，一眼就能看出来，啊。开始 view， 然后把这个外边的继续给它复制，取为 name 是吧？然后这里边怎么弄呢？要定义一个string 数组了，因为你看到这里边它是两个地方盛放的，首先图片你这里边要有六个吧，对吧？对应的文字也有吧。我在这里边我先弄简单一点，一开始我这里边我直接没用什么比较复杂的数据源或者什么，我直接在这里边定了这个数组啊。这个数组是什么呢？我这边就不一个一个敲了，要不然太慢了，我直接把我定义好这个数组我就直接给复制过来，定义哪几个呢？定义这个我直接给复制过来，要不然这种一个一个敲实在就太慢了。然后这个，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弄过来，这个是图片资源是吧？在这里边存了图片 ID， 这个就给它放这个。
直接在这里边直接哦，我是在写到这个 content 里边的是吧？在这里边，刚才咱们就这次写就把它直接封到外边算。直接跟这个一样，哦，这个。Adapter。直接给它写到这里还是。哦，这个要实力化它的这个资源，我们还得再还要再添一下，把它这个什么也给添上。这个构造函数，我这个文字我是给它放到那个哪儿了？文字我是放到那个资源里边的 ，string 资源里边的，这个还是要给它放进去。看来不能像刚才那样做。来，逐步的给它改一下。位置给它提一下，变量的声音给它放到前面比较好一些。啊，这个呢，在这里边，传的时候你得动态的让它把这个 content 也给你传过来。content 咱们用 P 开头，对吧？你看这一打就过来了，这东西也非常好用。这个呢命名是按照下划线的命名的，不符合咱们这次约定，也把它给改一下。资源文件我昨天字符应该是已经导进去过了，我们直接导进来就可以用。这边是把这个给弄进来，我们把它给删掉，把它导进来。我看一下啊，这个也给它改掉，这个改一个一个复制粘贴挺麻烦的。之前记不记得那个重构还记不记得？这个怎么改比较方便一点？对啊，看来还记得比较清楚，是不是？在这里边属于一个属性，咱们就用 M 开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它这个还不能直接改，因为你这边有错，它不会帮你改，你必须先全改对。这样，咱们暂时先不改它，先把这个给它去掉，错误先给它解决掉。这边 string 应该是还没有包进来吧，我看看还有现在这个 string 字符有没有。我记得昨天我已经考过了吧，应该是。我是把昨哦还没有考。那我们就直接从那个资源文件里边把它给考过来，考出来算了。我这边就一个一个敲这种。很简单的字符了，叫哪个呀？这个吧，应该是。先把它，把这个拷过来，看一下。哦，点错了。这个代码一多，来回切换着看，很容易搞混的。咱们这里边我看一下是初始化出来几个啊。A 添加管理统计管理。这个用不着，这个我们现在删了，这个是无用的。查询账本，这个也现在暂时也都用不着，这些都给删了。应该就是这几个吧，对吧？保存一下，好，不报错了。在这里边，咱们动态的把资源给它初始化一下，因为要获取它这个 get string 嘛，对不对？要把它转换成真正的字符，然后这个构造函数里边让它把 content 的当前上下文内容给它传进来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时候咱们再用这个 rename，
这应该就肯定没问题，因为我刚才看了都没动态电，你看这现在你打什么的，打什么它就动态电了，对不对？这里边咱们约定这个全局的这种变量属性，这种用 M， 全局变量用 M。好，这现在那就继续下一步了。这个 get content 返回什么合适啊？其实现在咱们不封装也暂时应该是用不着这会儿，先不管它，我们可以先不管它。我们或者是直接给它封进去也可以，直接封进去。那会儿回头拐过来还要封，我看一下啊。get content 直接就他们两个任意一个的这个长度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讲什么？假定就可以了。这个获取一个实体项，是不是？这个获取实体项的话，应该是获取它里边的文字吧，对不对？你获取图片也没啥用。把它这个文字给弄出来，对吧？对。然后 item ID 这个就。还是 position， 它这里边动态生成的方法是没有加 P 的，咱们就只能这个先不管它。它动态生成方法一般就在，就是说它不符合命名规范的话或者什么，就暂时先不管它也可以。然后这里边就开始写咱们真正的这个动态的往里边加载布局了，这个了吧，对不对？没关系。一般都是在这里边，我们先把 holder 这个类给弄进来，声明咱们刚才用的那个 holder 类，对吧？一般都是在这里边，我们先判断一下这个 convert， 对吧？首次这种第一页这种是否为空，对吧？如果为空，首先要先把那个 layout plotter 那个给动态的取出来了，这是吧？然后还是用下划线 plotter， 用这个，这种挺方便的。from 把它这个上下文这个东西先给它弄出来。这个你在这里边也没有，这里边还是要给它再定一个变量的，对吧？你不赋成全局变量，这时候你用不了。在这里边把它赋一下值，然后没赋值了是吧？要赋一下值，放到前面吧。P， 这边加载进来了吧？然后要动态的开始往里边转换这个布局了吧？对吧？如果为空的话，convert 等于下划线 layout 点 in。这个应该还是咱们刚才用的那个吧，对吧？咱们那个资源刚才已经定义过了，对不对？叫应该是这个吧，body item， 这个复节点还是没有 num 值，对不对？ convert 这边取出来了之后，然后怎么办呢？刚才那个 holder 类也是空的，对不对？再把它初始化出来吧，你看加载完了，然后这时候怎么办呢？点儿，你那 icon 要等于它了吧？转出来，把 convert 里边的内容要 find view 了吧，对不对？刚才那个 ，TV 不是 TV，
还有地位是吧？接着咱们。你看，你用这，你用好前缀之后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你发现没有？我这边也不用翻回去找，这种名字很容易忘的，对不对？你资源里边 string 弄的一多，那么多那么多，你如果不加好前缀，你怎么知道它第一个字母是 A 还是 B？ 你用 TV 就很好办，你选，我用眼睛一看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用这种前缀方法，反正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用，用起来很方便，能省不少事儿，你知道吧？啊，继续吧。这时候把它这个 tag 这个知道吧？这个还有印象没有？啊？你说设置什么？这个 tag 标签里边就可以放一些这种它这种额外的这种参数啊，或者什么，在下次用的时候你就可以取出来。没用过吧？这个很有用。这个 tag 标签你可以看到，哦，我这里你可以看到，可以放 obj 形式，你定义什么样的类，比如说实体类或者什么，你都可以往里面放。你放了它之后，你最后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啊？你在外边获取的时候，因为你不一定都只放一个字符或者什么，你知道吧？放复杂的时候，这种跟你在外边通过 get tag 还能够把它取出来。咱们来看一下，你现在设到 tag 里边了是吧？好，咱们打 else， 这是为空的情况下对吧？不为空了，不为空你怎么办？为空情况下，你 holder 类new了一个，把它设置这些都设置进去，对不对？不为空怎么办？刚才你不是那个什么了吗？ set tag 了吗？看着现在该取了。直接取出来吐过去就行了，下边怎么弄？赋完值了，这些你总要给它赋参数了吧，对不对？首先这个 holder 赋值，这个 iv 你要赋了吧？赋怎么赋啊？来，我打成这个。对，点 set， 然后这个应该是用它的那个 image， 这个设置图片资源就可以了。这个资源应该是什么资源啊？是不是你刚才定义好的数组啊？对不对？你这图片资源应该是用这个设的吧？对吧？是不是 position 呢？那个呢？ TV 这就不用说了吧，一样的。刚才定义的，哎，这个怎么还是大写的 M？ 哦，这个没改过来哦。这个命名不规范，咱们也要把它重构掉。哦，又有错了，我估计不让改，现在是同意的，咱们批量改一下。这个 rename 反正是非常有用的，随时都可以通过它来重构你的代码。啊，这个可以。不过这个就感觉它在红的情况下不让你用，感觉就有点傻了，是不是？我只是其实说白了，它这 rename 就是替换字符，对不对？可能他是，反正可能是这会考虑了，想着考虑全一点。刚才这个应该是这个 string 吧，要用了，对不对？ group position。好吧，这样一来的话，咱们这个应该基本就封装好了吧？咱们代码格式化好。